外边天寒地冻，最适合的就是约两三朋友，找一个硬馆子，点几个硬菜，喝一个硬酒。刚走过，哎，我先走了。哦，真是有劲的，谁来挑战一下？提了个啥？啥东西？陶瓷吗？哎呀，那我得请你喝个好东西。今儿请六子喝个这。他已经自己干了一半了，请我喝，兄弟们。咱这叫回锅日子。回锅日子。半瓶酒换个这，太划算了。走，咱吃个这二两碗汤。人都到了，都到了。哎呀，这人太多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这么硬的酒，咱得吃点好的。五个丸子汤，梅菜扣肉的是，孜然炒肉一个，酸辣白菜来一个，豆芽炒粉条，拿四个酒杯，正完嘛就这一点儿嘛。这都不够我一个人塞牙缝。六子号称是六一斤，我叫六二两。江湖上传言六子是拿碗喝酒的，来嘛，那你给咱倒嘛。来嘛。行行，好，剩下全是我的。哎，我就喜欢跟你喝酒，我就这瓶直接干。来来来来，干一来来来，一斤不切，一刀不切，六子六子闷掉，全部干完。闷掉啊，抠了啊，一刀不切。今天为艺术献身了啊，为艺术献身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一刀不切。一刀不切全干掉。我得吃点菜，我还给你做点菜。啊。哎，是别人说的，这啥意思？哎呀，这是一个福建朋友，他可能不知道咱这习俗。我们这就是害怕你们饿了，先上一盘菜，先每个桌子闻一遍。咱这闻完了，给那个桌子闻，一会儿再给咱上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兄弟们，看这一顿饭，这才叫喝酒。陕西汉堡，张哥，我为啥要十个馍呢？这一捏就虚的没了。吃肉是肥的，夹着越肥越美。看，大肥肉片片子一夹，梅菜一夹，哎呀，你都不惯了，滋滋的香。一扣，哎呀，嗯，谁吃谁香。哎呀，丸子汤，你让我来一口。它为啥叫二蛋丸子汤？主要就是这东西。好吃吧？五角味太美了。辣椒炒肉，看，辣椒炒肉。嗯。煎这个辣椒炒肉真是一绝，这个孜然用的真好，串得很这个孜然，而且一定要放豆芽，这个真的小时候的味道，豆芽炒粉条，这正小时候的味道是吧？哎呀，这个太好吃了，我特别喜欢吃我妈炒的这个菜。我们这帮人吃的都停不下来了。豆芽炒粉条和孜然炒肉是他们家最经典的，就点这两菜。来，喝酒嘛。传言你喝酒是拿碗，今天奔现了，其实他是拿瓶吹。哎呀，梅菜扣肉就不用点了，做的不行。酸辣白菜炒咋样？这酸辣白菜真酸，夹着是辣椒吃，酸的。嗯，再来五个馍，我得再来一个。这都干完了，都在吃这个菜，我的妈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大脸这才吃价格。咱们团队最能吃的是对面的这位大脸，最能喝的是这位六斤。谁来挑战我一下？没人能挑战我，不信。看这个菜，豆芽、辣椒和肉炒到一块儿，就是天下。滋味，这什么炒的太好吃了！我给买了，吃凉拌雪莲也难喝了，都到了我给你。我中午就吃这一顿就不吃了。我爸了，我发现我去南方吃东西，我吃完了我特别精神，不困。我一回西安，中午一吃面，一吃泡馍，吃完老想睡觉。我也是。碳水这东西没办法。专治各种失眠。吃饱了，慌张了啊！那慌张的二十八一样，最后一扣啊，刚到过。天哪！我袜子脱了。啊。这点还是脱的。哎，我先走了啊。不这留。妈呀！真是刘锦的，想挑战六子的，在评论区留言。赶紧喝口汤。抬脚抬脚抬脚，笑笑。哎，慢点慢点。总结一下啊，这家店啊叫二蛋丸子汤，我觉得它汤
汤一般，那菜好吃，菜真不错，真的。眼神迷离。外地那女孩啥过来吃，把你们给征服了。兄弟们，一共消费190块钱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，我给他一个4星。